实报道奖以及动画鼓励奖。嗯哼，让您欢迎我的学长李志熙、李志奇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志熙。我是李志熙，真的？那当然我是。那你说嘞？好吧，那我就是李志奇了。对，志奇啊，嗯，这个小时候啊，嗯，你最深刻的这个动画片是什么？什么是动画片？动画片就是卡通咯。哦，卡通，啊，我看过很多，嗯，什么白雪公主啦，小鹿斑比。米老鼠、唐老鸭，哎，其实我最喜欢的是小木偶。可是我们看了这么，刚刚我们就说了这么多，这个都是国外的这个卡通啊，是，可是都没有这个国内的卡通。哦，我知道，其实啊，在国内很久没有自己的卡通了啊，将近有十年时间。不过在今年暑假的时候，又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卡通了，哦，是吗？啊，它就是。传说阿宽，阿宽呐，啊，阿宽不是我们以前的经纪人吗？不是啦，不是这个啦，不是啦，哦。其实我主要是怎么样？因为我们终于可以看到，就是属于黑眼睛、黑头发、黄皮肤，又可以讲国语的卡通人物。讲国语啊？是啊。哇，那我们应该要去回味一下这个现代这个青年喽。在背的哦，阿宽，请看影片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哎，谢谢大家。你谢什么？你又不是你得奖。哦，其实是这样的，因为今天得奖人有事不能来，所以我们帮他领这个奖，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。那我们现在要颁第二奖了。是，哎，志奇啊，这啊，算了，你先说吧。你先说，我先说。好，我真的先说。是，好吧。这个其实这个当双胞胎有很多的好处嘛，是，那像其实你做了小时候做了很多的坏事啊，那都让我来这个垫背嘛，是吧？是，那还有就是你考驾照考不取的话就用我的驾照嘛，是，是吧？还有就是小霸天空是我们的成名作嘛，可然后我们是两个人演同一个角色，对吧？哦，对，志熙，我想问一下，哦，是纪实报道是什么意思？纪实报道就是纪录片呢，啊，哦，这是纪录片，哎，纪录片，我们刚讲的是这个剧情片嘛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讲一下这个纪录片。那纪录片又是什么呢？纪录片啊，嗯，就是每分每秒很真实的把它记录下来，就是纪录片。那譬如说，如果我们用电影来讲，当成吃饭啊，嗯，那个有的电影呢是满汉全席，有的电影是这个青州小菜，那这个纪录片呢就是这个健康食品，很原味的，很真实的，很天然的，是绝对不会含这个人工的这个添加物。喂，什么事？我把你的台词都讲完了啊？为什么？是啊，你刚刚说你先说的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其实当双胞胎也有好处啊，所有的话一个人讲其实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先去看看了，入围的有，有谁？入围的有音乐。阿公教你看布袋戏，城市国际电影有限公司。坐不着轿，三个清明气象扬，坐中面前放了三千大红炮，冰崩中紧得左中皮不掉，左中本我吃管何时来，里里噜噜不知道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图版女人，中央电影公司制片厂。
mananya numa parisiesa pulinga semua cara dok tua zoa parisian。追逐夏日的鸟，在台湾的燕鸥，台湾水泥公司生活习性也很特殊的一群是燕鸥，跟海鸥一样，燕鸥在分类上属于鸥科，但是由于它们的外貌和飞行的姿势像燕子，我们称之为燕鸥。哇哦，很棒！我们来颁奖喽，我们来揭晓。好，得奖的是城市电影公司，阿公叫你看布袋戏。那讲咱这人生哦，那像阮的时代，再讲真可能啦。哦，那这差不多七十个以上哦，这老朋友啊，那因为我哩看这老朋友拢变真少啊嘞。哈哈，要那讲安怎有嘞？安怎可能嘞？阮的时代啊，说起最近啊，就受到日本的这个统治啊，就学日本话。日本话啊，受到你看日本第二次战争，日本倒过了后。就是我们中华民国，咱中华民国来的，迄个时阵我经三十外岁，负担着这家庭安尼，要过来研究咱国的这个国语啊，实在真正无办法。所以，即类我演讲的，我是强调咱的台语就对了，咱的台语，因为这闽南语啊，来比较跟咱这台语啊，这有些差别嘛。咱这闽南啊，古早是宋朝时代啊。这杨文讲的平南蛮是不动啊，就是这个南蛮啊。因为南蛮的人跟咱的人有感觉无同款，无同款。伊个头毛红的啊，那目睭绿绿啦。一日时候伊无款半红，一那暗时候伊目睭红，平暗光照也够啊厉害。你看伊乱伊都不看，所以讲你这是一种正闽南人啊。因为闽南人现在大陆有在什么所在？在咱的这个福建，迄、那个福建这个住在九连山的后面呐，一排一座拢总全正正全正南闽南人哦，所以为着我这回啊，会来得到这个金马奖，也是受到咱诶这个行政院院长啊，以及新闻局副局长啊，以及各个新闻界，真人大家爱国，大家爱国。以及跟咱台湾的这乡亲啊，大家会爱国啊，我真正感谢，真正感谢。我阁一件大事要过来对着咱这位咱的乡亲报道，这个你的利息哦，这个你啦，因为新的十二个利息啊，因为实在的这个国务纪念馆哦，都感蒙着咱的这机关政府哦，以及跟这中华时报啊，对不噶？但批人啊，要甲我老大人做一八十五岁生日啦，也咧，也庆祝哦。庆祝哦，祖上咱的这个布袋戏啊，这个戏剧啊，咱这布袋戏剧是从古早到这个时阵啊，是咱做表演的是忠孝节义礼义廉耻，这是一种的这个教育，到这来咧。已经渐渐敢那像风中的垃圾啊，渐渐都要化去啊。所以为着咱的这个政府机关，哦，就所以讲今仔日这个无过奖励啊，将来这个也无去。所以我从十万年前啊，我就开始对着这学校来开始在训练着这个布置的这戏剧，这戏剧呢也是一种的管话，一种的管流。比较什么现在囡仔呢？到小学，囡仔真乖；到国中呢，迄阵大人唔听，大人囡仔唔听，囡仔就变态啊！就是这个时阵，哦，所以呢，我介教育部啊，这个教育部顶我有咧讲起，
前面那个唯一的那偶尔搞国中转个部分，就一定爱就有其他的这个改，有些改为改学的。哦，咱囡仔会变歹，弄个国中的时阵变歹，一日那有些报的有些恶的，伊囡仔讲啊，因为这个国有些后些西洋啊，能够练你来的，你来对读书伊也开勉强，啥来的囡仔袂做歹。哦，所以我为着这层啊，我看到咱的这机关首长啊，我不需要你对该的攻击，因为这层够有利哦。哦，所以起码这回啊。教育教育部部长啊，大概即马拢会继续到高中啦，到高中，这是真好的材料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感谢感谢感谢。多谢多谢阿公。阿公，恭喜哦！恭喜你！恭喜你！我真的好羡慕阿公，到今天体力还是这么的好，而且还是这么抢手的男主角。嗯哼，我希望我有一天也跟他一样。对。